那今天做什么菜？今天我给你们带来就是一家比较家常的菜，就是家里面可以做啊，就是一个生煎鱼头煲。我们选的比较稀缺一点，就是三文鱼鱼头，在平常家里面可以、哦、什么鱼头都可以做。嗯啊。三文鱼的鱼头啊，三文鱼很昂贵、啊、对吧，三文鱼一般都是属于吃生类的嘛。 对, 对啊，鱼头我也从来没看过三文鱼头，因为那个鱼头在饲料里面很少用、嗯、基本上扯来丢了的、哦、就通常你们想到就是我们用起来，嗯、啊、对，也是免费回报，对，废物利用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菜哈。今天看到这个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蛋子，比如说像蒜蛋子、姜蛋子、哦、还有葱蛋子、洋葱蛋子、哦、啊，为什么要切成蛋子，不把它搞成片片或者是条条？因为切成蛋子它保证水分，里面水分用水分它的香味把这个鱼头的香味，水分就把鱼头蒸熟，然后香味就融入到鱼头里面。这个就是三文鱼的鱼头，看的稍稍的我有点密集哈、啊。我的第一次看到三文鱼鱼头。哦，这牙齿你看。哦，还有一行，嗯，啊，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确实是三文鱼。对对对，哎，看到嘴边的肉干，长得尖嘴猴子，哦，红红的。好，那这样的鱼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怎么处理一下？还是直接这样？把它切成块，啊，改一下刀。对，要处理一下，先把它略处理一下。啊，好嘞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做起来。好，先把那个鱼头分解一下。嗯。首先那个鱼头呢，它虽然很复杂哈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保留的，有一些是不行的，比如说鱼鳃肯定是过滤的嘛，过滤器就很脏，我们就把它去掉，其他的那些肉哈都还是可以吃的。好，这个鱼头我把它处理好了，改好刀了。嗯，然后当然就是因为海鱼呢它腥味比较重一点，嗯，我就加入那个姜葱，先把那个腥味给去掉、哦、马料三部曲，姜葱料酒是吗，取它的汁哈，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加一点底味盐呢？不用。嗯，因为等一下我那个酱料里面的味就出来了。哦，好，这个鱼头就腌制了个4-5分钟，把腥味给除一下。啊，现在我把这个时间到了，我就把这个水这个吸一下。哦，要拿这个厨房纸把它掌干，把水吸干，就是便于我的酱料浮出在上面。嗯，好嘞，这样吸水了以后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放到那个砂锅里了？还是要油炸一下？不用，这个就是我们餐厅里面自己做的，自己调制的哈，自己调制的，很简单，就是你也有豆瓣酱，嗯，还有什么叉烧酱啊，嗯，还有就是加点蚝油啊，加点蒜那些，哦，自己调，很简单。好，因为这个酱料我们位置够了，就没有必要再加另外的那个盐了，盐也够顶上啊，嗯，加一点那个蛋黄。只要蛋黄，只要蛋黄，蛋清还是不要？哇，丁啊！我平时我都是要蛋清不要蛋黄的。好，加生粉。每次生煎鱼头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吃那个酱酱的那个味道，那个汁儿的味道？有的时候是扒到那个鱼头上，就损那个味儿哈。鱼头呢，你去鱼头呢，最好就是用黄油是最好的，就是最出香味。嗯，于是家里面没有呢，就是猪油也可以。嗯，选这个选猪油，一定不要用植物油是吧？对对。就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哈，用这种，油的时候比较多。我们四川人还是喜欢吃那个菜籽油。黄油相对比较健康。然后就出香了，香了，嗯，把这个猪油粉量下去，哇，这就是主要放，因为这么多料，这个调味的鱼头要种类多，因为鱼头嘛都是骨头嘛，上面没什么肉，吃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还是挑点这些小配菜啊，小配菜仍然好吃。这个菜最大的特点就是辅料比主料贵。对，对，光是这个红葱头都不止这个钱。这些辅料加起来比较贵，是吧？这样炒出来，它就有一种西餐的那种甜香味儿哈。我们就这样炒到什么时候才能加下面一道要工序的菜呢？炒到它出香，然后是。但我现在闻到还是黄油味哦。黄油就是香味没出来，姜的香味、葱香味出来。明白了。炒到现在稍微发黄出香了，这样就差不多。嗯，有点小焦的。嗯。哦，这个比刚才香多了。对。刚才只闻到那个黄油的香，嗯，现在葱香、蒜香、姜香，都出来了。各种香。再补一个我们本地的小葱，再增加点香味。好。
香味出来，我就把鱼肉摆上去。啊。按理说就是用砂锅。哦。对。这个鱼头放在上面，然后就不用动地方了。啊。盖上盖儿。哎。直到好了以后，就直接上桌。哦，是这么就脱蜜了啊。这简单嘛，这个是。看时间的哈，看花容易绣花难。我那个切那个切好久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盖儿要盖上，要焖熟。这样焖的话，要焖成大概8分钟。8分钟。好，把盖子拿过来。火呢？火的大小吗？刚刚火大一点，然后最后一个小火，快点。先打这儿，然后再小点儿，它下面那一层不会糊吗？它一般糊到最后基本上不会。嗯。要冲一下好像，那鱼头基本上就熟了。但是我看你好像拿了个什么家伙事儿。最后一个点睛之笔，就是把我们高度白酒那个酒香味渗进去。这么浪费？哇！我的妈呀，在玻璃上啊，在盖儿上啊，然后就这样的话就端上去了吗？对，上来就到那里去盖，就熟了。回来我再最后起锅。我天！哇 ！OK。好的。来。哇，谢谢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吃了哈。刚才红红火火的那个样子，还是有点哎，还好哦，还好，啊。虽然我们不是直接用砂锅把它包出来的，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还原了生焗鱼头的一个呈现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赶紧来尝一下。其实我更喜欢吃的就是下边的这个嘎嘣，就粘着这个。来吧，我给你盛一块，来吃一块这个巴适的鱼。哎，这上面这个鱼的这个胶质的是最好的，青出油出，来快，总总看到就本层了哈，那就好了，相当好吃，很入味，还有皮子才好吃，酒香的那个位置还是有，白酒的香味，对，就是它现在看起来哈，用砂锅的目的是在于有锅气。但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是电磁炉，砂锅和电磁炉是不搭的，所以没有这个锅气。但刚才炒的这些边边已经有了一些了。其实，在那个李大厨在店上，你们做这道菜是好评度是杠杠的，对吧？就在那里。对，这个鱼肉又好吃，竟然发现了三文鱼头这么便宜的，可以做这么美味的味道出来，不错。所以今天。小马哥，你应该是学到了哈。学到了，这个菜我觉得我估计可以尝试到做一下。对。有不懂的地方，到时候我跟李大厨联系。